不需要喊苦是懒的温柔，只要你每天都属于我，真心呵护我，保护着爱你的我。我九十斤，谢谢 Tony， 还没睡耶。我走，双脚在地上很上映着感动，我不需要喊苦是懒的温柔，只要你每天都属于我，全心呵护我，保护着爱你的我。北京东路的日子啊，好，会唱一点点吧。不玩游戏的，不玩。晚安。渴望变成天使，歌谣的歌谣，藏着童话的影子，孩子的孩子，该要飞往哪去？开始的开始，我们都是孩子，最后的最后，渴望变成天使。歌谣的歌谣，藏着童话的影子。孩子的孩子，欢迎小老弟。这么注意，这我没有时间玩游戏。谢小老弟分享，让我玩游戏还不如让我睡觉啊。当某天你若听见有人在说那些奇怪的语言，当某天你若看见满街的本子还是缺了线，当某天在唱着是在哪一个角落，哎 TT 啊，在他记忆这校园会是那片落叶掉进回忆。你毕业了才发现，后来你才发现，就是真正的朋友都是上学的时候交的朋友啊，就感觉就是步入社会之后交的朋友都不是真朋友。哎，各种疾风洋流都搞不懂，还有新事业，各种曾经狂热的海报照片，几块几毛钱。啊，是不是？真的，现在。毕业和就感觉现在你交的朋友都不是真朋友了。跟张先生职场战场是错觉，细细一些谢谢小老弟，谢谢小老弟，学校单纯。最开心的时光就是那个高中的时候，我觉得。张先生，张先生头像好骚气哦，张先生好帅，感觉还是初中同学玩的最久。欢迎天天，我初中像个假小子一样的，初中初一的时候就是像个假小子，那时候就整天和同学教室里追着玩，和男同学打。谢小老弟，哈哈，不骚混不下去，帅帅得很。谢小老弟，我初中同学，对感情也挺好的。我有两个发小，就是初中、高中都是一起，但是现在
就是没有共同话题了耶。但是我心里他们还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爱你，但是也没算。谢谢小老弟呀、啊，这是真的。因为就是长大了，慢慢生活圈不一样了，就共同话题就很少了。我一个发小，一个医院出生，一个幼儿园小学，一直到现在关系都很好嘛，那很羡慕你，超羡慕你。高中你觉得辛苦吗？不辛苦啊，我高中其实没有怎么好好学习呢，但是现在想想高中真的好开心，超开心。那时候我经常迟到，哎，我就像现在直播一样，我那时候经常迟到，然后就罚站，班主任还要罚我钱。谢谢关注。和我发小到现在关系特别好，爸爸是同事，妈妈都是老师。因为你们生活圈子都差不多嘛，我就昨天迟到，我这个人就是怎么讲，那叫啥，就拖延症嘛。我现在也是这样，你直播老是迟到。大学最好玩，大学还好，大学我离家比较远，我又是恋家的人，所以我大学其实很痛苦啊，说实话。但是舍友还是挺好的，舍友关系到现在也很好。但是大学是很痛苦的，对我来说，我那时候上大学就很伤感，每次上大学之前都要，就是上开学之前都是很难，很想哭。就都要哭个几天才去，因为离家比较远。头发就是不一样啦，我弄头发啦。被伤害过，为什么我到迟到不觉得不好意思吗？有啥不好意思？迟到罚站的是我，挨骂的是我。高中可能对学习啊，那学习好的就是学习嘛，我的学渣就高中就没人管了。谢谢宇坤。